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第二卷，是在第四品信劫品第四，这就是进门三周说法的第二周，比说一周立中根，就是中等根性的人以比喻的说法而得到利益，比如说一座立中根，这有四段文。第一是正比开三显一，那就是比喻品第三，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中根临结，说明中根临结，这就是信劫品第四。现在讲的就是中等根性的人听过前面的比喻品以后得到了解，了解以后啊，由他的信解力而以比喻来说明他的临解的情况，经文就是信解品。那么这个民中根临解科判是有两段，第一是金家续习，这个说过了。第二白佛自成，就是四大弟子禀白一佛自己陈说他临解的经过，这有两段。第一长文重诵正成临解，第二后十三句叹佛恩深。现在是讲的第一长文重诵正成临解，那么由长文由重诵，就是依这个文题呀分两段。现在讲的第一长文，长文有两段。第一旧法略临结，这个说过了。第二略比广临结，略比喻的详细叙述它的临结的这个意思，现在就讲这个略比广临结有两段。第一是利比，第二法合。现在讲了利比，第一资法说过了，现在讲了第二正利比。正建立他信解的比方啊，有四段文。第一是父子相识比，那么现在就讲这个父子相识比有四段文。第一子被父去，子被父去，这个文字有两段。第一被父而去，第二向本而返。那么这两小科的文字就是子被父去啊，上次是说过的，现在为了要接下文呢，再把这个文字对一对，经文就在
第111页，第111页第四行，世尊，我等今者要说比喻移民十亿，这就是资方。下面就是正立比的第一段，父子相识比，父子相识比四段的第一，子被父去，那么子被父去的第一，被父而去，经文就是比若游人，年纪幼稚，舍父逃师，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这就是被父而去的经文。年纪长大，家父穷困，持贫四方，以求衣食，渐渐忧心，欲向本国，这就是第二，向本而返。那么合并起来就是第一段，子被父去。上次就讲到这里，那子被父去就是比方众生啊，被觉合成，无量劫来舍掉自己的本觉，被觉而合成呢，久住在三界六道的他国里，十二十到五十就是五道，在这个三界里面呢，五道轮转，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年纪长大，就是说明他久远种下善根了，大小圣出世间的善根。那么经过无量劫来的轮转呢，吃尽苦头之后，就会厌苦求乐了。希望能够脱苦，那么所以觉得在这三界中轮转，家父穷困了，又穷又困，八苦交煎，苦恼无量，那么因此就想要找寻这个出世间了生死之法了，持平四方，越众生轮转贪着无欲的情况，就在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里颠倒，认为是常乐我净，升起四道，那么在这里奔驰于五欲沉浸之中，所以叫做持品四方。越知苦而想要出苦方面说，就是追求出世间法，但是找不到正确的路线了，往往跑到外道里面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好多弟子啊，都是在外道里呀，学了好久，那么一无所得，那么这就持品在外道的那些邪见境中。以求衣食，衣比住道，食比正道，那么就是求这个正住二的道啊，以断烦恼了生死。可是呢，都是碰到一些外道啊，得不到真正的衣食，得不到真正的正住二道，渐渐游行欲向本国，慢慢呢到处追求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佛的这边，去向于正觉之路了。本国就是指啊，慢慢要被成而活觉，能够接近于佛。亲近到佛法的这边来了，所以欲向本国，欲不期而会，叫做欲，无意中碰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好多外道无意中碰到佛，一闻法而得悟的这种情况很多，那就是他在其他的道门之中啊，奔驰好久的时间，费尽这个辛苦啊，最后才无意中遇到佛啊，那就是所谓打破提携无灭处，得来全部会功夫啊，是那一种境界。辛辛苦苦在外道沉浸之中啊，打滚了好久一无所得，最后无意中碰到佛啊，结果得到大法的受用，
所以就回到本国了。这就显示这些三十子们过去种下初时间善根的，现在去向到这个自己发心的境界来，就是慢慢呢回到佛的怀里啊，所以叫做欲向本国。下面是第二段，父求子终止，那么父既然慈悲父把子失掉了，那么到处寻求，希望能够找到原来替他种下善根的这些佛弟子们，那么佛不能因为这个弟子因缘未成熟，就停止教化众生的因缘了，所以他还是到各地方去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其父先来求子不得，终止一成，文字上容易了解，就是这个穷子之父啊，既然把儿子丢失了，那么到处去追求寻求，但是寻了好久啊一无所得，不能因为一无所得而不维持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还是安置在一个城里呀，来过他的日常生活，文字上是这样。内涵的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观察这些二万亿佛前就替他种下善根的弟子们，可是大根种下之后啊，不久又这个退失了，那么他们退失大法之后，那么想要培植他的大圣善根，继续为他这个培植善根，那么所以到处去寻求这个弟子们，但是他的大根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做不得，不得就显示过去种的大圣善根呢还没有成熟。终止一成，长者父不能为了一子而废去他的家业而不做，这就是比方佛呀，不能因为一个地方的众生根基善根没成熟而就荒废掉他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佛到其他的各地方去度化众生，终止一成的那个终，越佛徒的四种佛徒来说，这个方便优宜徒啊是在同居徒跟十报徒的中间，二圣人的境界是安住在方便有余土中，那么再往下是凡圣同居徒，再往上是菩萨境界的十报庄严徒，声闻人的境界是安止在方便有余土的境界中，那么方便游鱼图啊是在凡圣同居图与十报庄严图的中间，所以叫做终止一成，意思就是说大圣善根既然没有成熟，可是观察他们的声闻小圣善根呢、可以了，可以用小法来教化他们，因此啊佛就安止在方便有余土中等住来帮助他成熟大根，所以终止一成，止是安止，止息下来，佛就止息在方便有余土的声闻的这个境界之中，那么就是停留在凡圣同居土与方这个十报庄严土的中间，就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居在这个方便有余土的这个地方啊，成就是比这个这个声闻的有余涅槃了啊，方便有余土的这个有余涅槃，声闻人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有余涅槃呢，好像成，所以后边呢化成玉瓶啊，三百由旬
叫做化成，这里中指一沉，就是中指在药师声闻人安置下来的那个休息站里啊、所以叫做中指一沉一沉啊。他安住在这个声闻的淡中之里，这个偏正之里之中啊、安置在偏正之里之中啊，所以叫做中指一沉。那么简单说，这就是比方佛停在声闻的境中啊，来教化这些大根已退，而声闻根正在将成熟的这个阶段的这个众生啊，所以啊，中指一沉。齐家大富以家呀，是叙述佛的功德，跟前面的比喻品里面所说的长者大富的那种情景是相同的。齐家，佛以实相为家，那么安住在实相地理之中，所以叫做家。大富显示佛有万德庄严，佛具足万德，所以叫做大富，最富有了。那么财宝无量啊，是解释那个大富，富的情况如何呢？因为他财宝无量，财指的五度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这五度成就的功德无量无边，那就叫做财，是财无量。宝指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最宝贵的，在佛法里面以般若最贵，所以称为宝。那么财宝两字啊，就是显示佛在因地修六度的功德圆满，现在福慧二足。那么以般若的宝来领导一切法趋向摩诃愿，所以叫做无量。财无量，宝无量，般若之宝领导五度趋向这个万德庄严，所以叫做财宝无量。那么究竟这些财宝是些什么呢？下面列出这个宝的名目来：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这里列出的这些宝的名目啊，就是所谓七宝了，通俗所讲的七宝。玻璃是水晶宝，等者等于其他没有列出来的世间无量众宝。这些宝啊，就是比方三十七道品，在三圣共法里就是三十七道品了。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越大圣不共法，佛的功德就是十力、四无所畏、四无量心、四无碍变、十八不共法、八万四千相好等等这些功德。那么这些宝就是比方佛果上的十力、四无畏等种种功德。显示前面的所谓财宝无量啊，佛的万德庄严殊胜的情境。其诸川谷细节隐逸，文字上容易了解，就是这个长者呀，这个富啊、穷子之富啊，他的家里有很多川谷啊、装满无量无边的这个金银七宝啊、那些重宝啊，在川谷里面满到要流出来，银是满，溢就是满到流出来了啊，好像水呀、水满了流出来叫做溢，那么银是装得满满的，隐逸就显示他仓库里面呢，所有的珠宝都是满满的。那么这是文字上的消文，而它里面的含义呢，仓，甚米月仓，装米的，里面放米的，所以叫做米仓，米仓。
装米的正实的东西是仓。那这是什么东西呢？比方禅定，禅定啊，禅定能生百八三昧啊，例如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说的首楞严三昧啊，宝印三昧等，一直到离着虚空不染三昧，有108种的三昧啊。这个禅定能生108种三昧，所以叫做窗，比这个正实啊，就是迷是正实啊，窗就是显示禅定的境界啊，佛果上的百八三昧无量这个禅定功德。库是放东西的，仓库的库啊，平常仓跟库连起来讲，分开来呢，仓装米的米仓，库放东西的物资啊，其他的一切物资都放在里面的，所以叫做库啊。那么这个库啊，是比十相宝库啊，一圣十相的宝库里有无量无边的般若妙法啊。那么这个十相宝库啊，能生十八空智啊，十八空的这个般若智慧啊，都从这个十相宝库里生出来，所以说观照能生十相。那么十相能起本有的此觉智啊，反观本体的十相，所以这个十相宝库能发出十八空的智慧，所以叫做库，库就是表示般若智慧，十八空的智慧。大品般若里面讲空的道理有十八种，叫做十八空啊。后来的这个大般若经啊，就有二十空，都两种啊。那么智者大师当时看到的是大品般若，所以都用以十八空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明般若的道理。他这个十八空啊，大品般若里面的十八空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啊，空空、大空、甚异空啊，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善空、一切法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啊，无性空也叫做无法空，自性空也叫做有法空，无性自性空，自性空也叫做无法有法空，这就叫做所谓十八空。这个十八空的道理简单说，内空就内六根空，眼耳鼻舌身意，内空内六根空。外空外面六种尘境啊，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六种尘境当体即空，所以六尘当体即空就是外空。内外空就是十二入空啊，内六如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如色声香味触法啊，内外这个就是内六尘啊，内六根外六尘啊，合并起来就叫做十二入，十二入通通当体即空，所以叫做内外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就显示这些一切诸法众生的这个身体啊，当体没有一法不空的，就缘三性空啊。第四的空空能空，前面三空的通通当体即空，空之空也不可得，所以叫做空空。能空内空，能空外空，能空内外空的空皆不可得，所以叫做空空。第四啊，大空不只是局于某一法空，尽十方遍法界啊，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空，所以叫做大空。大周遍一啊，尽十方法界没有一法不空。那么既然一切法皆空，尤为是空了，真如自性第一义谛啊，那是不是空呢？甚异空，甚异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也是当体即空，第一义谛也是不可得，有形有相的东西尚且不可得，何况无形无相的第一谛也是空的，所以甚异一空，那是第六。那么再加以分类，一切法不出有为无为，有为就是有所作为啊，白法里面的94种啊。那么前面94种有为诸法
每一法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无法不空，当体即空，所以有为空。第七，有为法空，有为是空，无为无所作为，本来如是，没有生灭可得，所以无为当体更空啊。第八，说无为空，既然有为无为都空了，一切法没有不空的，所以毕竟空。第八，第九，毕竟空啊，毕竟就是究竟了，一切法究竟说到它的究竟自性啊，了不可得，都是空的，所以叫做毕竟空。那么这都是越恒论，越诸法的当体的恒论。第十，越数论，越时间论，前际可得吗？前际不可得啊，从往前推，推不出前际来，所以无时，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就是前际没有实际可得，往前没有实际，往后也找不到未来的实际，所以无际空。越时间论空，过去无际，未来无际啊，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都是空，所以第十说无际空，这越时论。所以有些地方写的无始空，找不到原始，当体即空。第十一叫做善空，善以修观的分析一切法，分析到最后都没有实体可得，所以叫做善空，分析到最后都是空的，善空。好像薄芭蕉，好像香蕉树啊一个一个剥开来，剥到最后没有实体，所以是空。这是十一。第十二，一切法空，没有一法不空的，一切法总指前面有为无为啊，空间时间啊，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空，所以叫做一切法空啊。因为一切法都没有实体，都没有自性，所以一切法是空。这是第十二。为什么一切法是空啊？第十三，本性空，一切法的本性不可得，本来没有实性，一切法实性不可得故，所以它本性是空。这是第十三，嗯，既然本性是空，为什么会有相啊？相是假的，幻象，所以第十四，自相空，任何一法他自己的这那个假象啊，相也是空，那是水月空花了不可得，所以自相一空。既然自相空，自己一向是空，诸法混合起来是不是也空啊？共相也空，就是诸法自他多方合并起来的，那个合并起来的共相也是空的。比如说一个房子啊，好多的钢筋、水泥、木头、砖头，这些建筑材料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共相，这个共相看起来有这么一个假象啊，但是你把它一一返归本源，水泥还给水泥，钢筋还给铁啊，那些木料还给塑木啊，那些砖头还给泥土，那么最后这个共相不可得，所以共相也空。一切法没有共相，自相既不可得，众相共相也空，所以第十五啊，共相空。第十六，既然自相共相都空啊，因为一切法就是因为它无性，实性不可得，所以也叫做无法。这些法本来不可得，所以叫做无法空，它没有实性，所以叫做无性空。无性是空，自性也是空，因为它没有实体呀，自性不可得，所以第十七，自性空。最后第十八，无性自性空，无性即空，自性一空，一切法没有不空，所以无法有法空。有些地方无性自性空就说到无法有法空，这就所谓十八空。大品般若，旧译的般若经，大品般若叫做十八空啊。那么以这十八空，就是从这个诸法实相的库啊，实相宝库里发挥出本有的观照的般若智慧，由这个般若智慧显示诸法当体即空，那就是不离这十八法啊，详细分类成为十八法，一一当体即空，所以叫做十八空之。那么这些所有的仓库里面啊，百八三脉是窗，
十八空智是库啊，通通满满，这些功德通通满满，所以叫做细节隐逸。隐说明佛自行功德圆满，隐说明佛的自行功德圆满，一啊是往外流，一是往外流，说明佛度化众生，化他的功德圆满啊。所以细节隐逸啊，就是显示佛果上福慧二缘自利利他的功德究竟圆满，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那么三觉圆万德具才叫做佛，这就说明啊佛果上的无量功德完全具备。都有同仆陈左律明，这是说明佛的所度化的眷属，所度化的众生都有同仆，就是临劫前面所说的几诸同仆，比喻品里面的几诸同仆跟那个道理是相同的。很多同仆侍候在佛的身边，那么这个同仆所谓都有啊，以天台的教理所说的就是两教的二圣，藏教的二圣，通教的二圣，就声闻缘觉啊，或者是大小二圣啊，还有通教的菩萨，别教的三十心，通通包含在这个同仆里面，所以叫做多有。啊，神比原教十地，原教十地菩萨好像大神啊，最接近于佛国，所以叫做神。神比原教十地，浊浊是浮浊，浮浊佛化啊，十地辅行佛化啊。那么十回向四离度很深啊，能够接近于佛的啊究竟觉边，所以叫做浊。浊就是比十回向，原十回向位啊。神是原十地，浊是原十回向位，利利就是官利啦，做官的啊，利就是指这个实行位啊，修习诸法种种具持就是靠这个实行位啊，行是表示在动作修行啊，自行化它。那么这些菩萨实行菩萨就比作利，名没有地位，没有地位的老百姓是名。那么这个名啊就是比原始住，原始住原教始诸位啊刚刚入佛境界，属于佛国的名啊，还没有到利的程度，所以始住为名，实行为利，实回向为浊，实地为神啊。神浊利名就是比这个地相行诸四十个阶位。象马车身牛羊，这是推动往前进的东西啊，推动往前进的东西就是比方修观，比方观法。象体积最大，力量最大，行步最坚定，所以象比作一心三观，原教的一心三观啊。空假中三观，任何一观当下具足三观，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种一体一心三观，三观就在当下一念心中同时具足，运在所有大圣根心，气象于究竟涅槃。所以象比一心三观，马的力量虽然很能奔走啊，比起象来要差一点，所以马比别教的次第三观。象是原教的一心三观，马是别教的次第三观，次第先空，次假后中，所以叫做次第三观。车身啊，这个车子啊，象马车都可以胜的，
啊，都可以做，都可以搭载，啊，可以用在众生道究竟涅槃。车子有大有小，有权有实，所以车比权实诸法，所有权实诸法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车身。牛比通教的即空智，当体即空，通教的即空智慧，偏空的智慧啊，牛比即空智。羊比这个藏教的即空智，羊的力量最小了啊，因为羊的力量最小，正好比这个藏教的即空啊，分析得到空。藏教他了解空的道理啊，要慢慢分析，一步一步慢慢分析，分析到最后啊才知道是空的，所以叫做虚空观。所以阳比藏教的虚空观，虚空观能够运在声闻人到这个有余涅槃。无受显示上面的种种观门，种种修法无穷无尽，嗯，这都是由佛智里面开显出来的教导众生修行的方法，所以叫做无数，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出入悉利乃遍他国，他国这是指这个穷子的长者夫啊，他很富有啊，他做生意便于其他的各国。出是往外啊，例如说把钱带出，那么给人家放利，出入就是进账，啊，从外面赚钱进来入，啊，出有利息，入的利益，啊，所以出入息利，啊，这个做商业做生意呀，啊，这个钱的进出，啊，都有利益，所以叫做出入息利。他这个工作不只在本国，乃便于他国十方世界，其他的国家都有他的生意的这个范围。这是比方，它的内涵出比化他的妙用，佛度化众生的妙用，度化众生的圣用叫做出入自行功德，自己修行的功德。佛自己故居历届修行成就的功德无穷无尽，那是自行啊，自行的妙用。悉是化度众生啊，使众生得利益啊，是悉利化功归己啊，化度众生的功德充实在佛的仓库里面，所以叫做利。那么就是化他自行功德都达到究竟的境界，所以乃遍他国，他国总指其他的国土啊，就是所谓除掉法性土之外，十报庄严土、方便游鱼土、凡圣通居土，便在这三土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乃遍他国。只有极光才是本国，长极光图才是本国啊，十宝庄严啊，方便有余，凡圣通居，都是度众生的境界，都是化他的境界，所以叫做他国。他国指这三图啊，自国是长极光。山故驾客一神众多，山是行商走动的，做生意来来往往走动的是商，故是顾家了啊，顾货耳门啊，架是摆在店面上，坐在哪里卖就叫做架啊，这个架是指的啊，例如说好像店呢，坐在哪里卖东西呀，居货越架啊。那么既然做生意啊，必定有顾客了，顾客很多啊，所以一神众多。这是比佛的应化二身无处不变啊，或者是应身现在一个地方在实现八相成道度众生，那就是驾，或者是化身周遍十方度化众生来来往往，那就是商啊。受度化的众生无穷无尽，所以就是客，这个顾客众多，我们都是佛的顾客啊，
佛看到我们如果能够发心学佛，他都很欢喜，因为啊、以世间法来说，都到佛的这个百货店里面买东西，啊，我们大家都到佛的百货店里面买东西，所以佛是主人，啊，他是上主，嗯、看到我们这些顾客，一一都到他的大殿里面来，啊、买东西，所以佛都很欢喜。一神众多，越多越好啊！那么闻法听经学习佛法的人越多越好，这都是佛的顾客啊，这是一种比方啊。那么显示佛在各地方度化众生的这种的啊境界是无穷无尽的啊。那么上面呢就是说明啊，复求子终止啊这一段文啊，复求子终止。这个卯之下第二段就到这里，就是详细叙述啊佛果上的殊胜功德。这就是声闻这个中根人呢领悟到比喻品里面呢长者大富的那一段文啊、下面是第三，子遇到富城长者子啊，他为了要求解脱，不知不觉就来到自己的长者父的城里面来了。使贫穷子由诸去落，经历果衣，遂到其父所指之城。这就是第三，子遇到父城。这段文的意思是说明啊，那些声闻人虽然退时大圣善根，可是他的这个声闻的根性啊成熟了，不知不觉回到富的方便有余途的这个化成的地方来了。时就是前面所说的，经过这么长久的轮转之后，这些贫穷子，贫穷子就是指中根的声闻人啊、这些中根的声闻人啊，不知不觉为了要寻求解脱呀，回到自己的本城来，游诸去落，游化到处去追求解脱，不知不觉到去落，到果衣啊，那么就到了这个方便有余途的佛的父王所指之城来了。去落比五蕴。我们众生的身心五蕴身心，去落比五蕴，五蕴去落，这在《金光明经》里面有详细说明这个五蕴去落。果比十八界，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啊、那么我们拖住这个十八界到处在各地方游走啊、三界六道轮回，所以果啊、范围比较大。一就是比都城要小一点啊，就是邑，就是好像县城啊，等于邑。邑是比方十二路，十二路六干六尘啊，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所有的身心啊，总不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拖住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身心境界。在这个三界六道里轮转不息，不知不觉来到长者父所住的方便有余途之城啊，所以叫做虽到其父所指之城啊，所以不知不觉就到了啊。那么到处寻求解脱呀，没有想到声闻根性发了，就来到方便有余途的长者父之城啊。长者父所安置所居住之城啊，纵然到此城，可是不见父，啊，这就是处处都是本地风光啊，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本地风光。可是奇怪的是，就是只是不见本来面目，时时都在本地风光里面游转，可是就是不见本来面目，啊。自己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曾见到，就是不见父啊、这就说明啊，父子同在一个城，
只是两不相见，父子同在一城啊，总是两不相见。不但是穆建连的那些众弟子们是如此啊，我们大家还不是一样吗？我们一下一父同住一城啊，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本来之父啊、嗯、所以傅大师说啊，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啊、嗯、时时刻刻不离自信清净心的啊、嗯、这个张德富，可是啊从来不认识他啊、嗯、五蕴三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里面本来就是当下就是诸法实相，可是无奈人人不自是，啊、嗯，没有个认识他的。再就是比方声闻人退大以后啊，啊、嗯，经过受到很多的苦恼，心起厌烦，想要求出苦，啊、嗯，那么被这个断肠二剑的邪剑智的邪慧啊，所这个引导走错了路，跑到这个外道里面去啊、嗯，那么由此观察五蕴七落。十八界国十二处入意啊、处处寻求这个镇住衣食啊、那么有苦尽相迫啊，声闻根性的根基成熟了，所以感佛的大慈悲父啊、就到了这个有疑涅槃长者父所指之城来了，所以叫做隧道其父所指之城。这就是第三指遇道复成，不知不觉穷子啊游到长者父所安住的城里面来。我们学佛就是要背尘合绝，为了要背尘合绝啊，就是念念去向本觉的境界走，希望能够有此觉知，能够去合本有的本觉而成就究竟觉。那么因此现在能够遇到父城啊，就是父子同住一城了，就是还不相识，再往下呀就要找出这个相识的路线来了。但是这个长者父他这个时候啊正在有念，有愁而挂念啊、有念什么呢？他年纪大了啊、因为这个穷子离开他已经五十余年了啊、那么距离那么久的时间呢、长者当然长者父年纪也大了啊、年事已高啊，更是忧愁了啊、因为这个家业没有交代的机会，长者父长者的这个儿子穷子游走啊、穷子没回来之前他的家业啊交不下去，不晓得要交给谁啊、偶一大师临走都会有这么两首句诵说啊、也就是诗啊、名字未终真佛眼呐、未知毕竟复何人。长者父现在已经跟子同住一城，既然跟子同住一城啊，相会的期间就快到了，下文就是要说到这个父子相会的境况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
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古信今日出家，行出家这条路，本性阿未出家进前，古信是花天酒地的人，哈、啊。那么有一天，就是地藏王菩萨，我暗时咧困，伊讲虽然大鱼大肉，若有一碗白米饭入嘴入入香，古信天光起来就全部食素食去。就像我无食醋，荤酒槟榔酒全部改掉。哈、啊，古信是行这条路是这个一年开始行落去。那么行落去了后，差不多半年，我就去上台寺拍精进佛七。拍一年了后，我就我去受菩萨戒。菩萨戒了后，89年，我入圆通寺。我的师是顺照老和尚，我是去遐本正是讲啊，去遐要做义工，将我阮师无法转来。90年，我将我老将我老出家。出家这中间，古信本来是一个粗人，无读书的人。啊，我将我出家90年，出家了后，我将我干那得拜一部《妙法莲华经》甲念佛安尼尔尔，拜一部《妙法莲华经》。是一礼一拜，一礼一拜。这部《妙法莲华经》，古信拜可能会拜有20几部去。那这部《妙法莲华经》，你若会当一礼一拜，好好啊落拜，一定要消你的业障，一定真紧。再来，我出家了后，我就是有三个条件：吃简单、困简单、穿简单。古信一定无讲想要明财利明学，一定我无爱。了后，我就踮咧诸佛面头前，我发愿：古信无好我修行，我若伫内底夭死，一定3点我爱承受：第一，我害大；第二，我无福报；夭死，我甘愿。我惊无德行，我唔惊无粮草。哦，这是古信。行来这条路，那么烦恼嘛是作多的，就是处处烦恼来，我拢处处拜《妙法莲华经》，关起来一拜8个月，半年3个月，我就是拜这部《妙法莲华经》，安尼来行这条路，甲准甲今年安尼。哦，那么大部分我拢在念佛，那么念佛一般着个人讲念佛是真简单。但是念佛是无简单，你若烦恼来，佛号就无去啊！哦，无去啊！这个中间，如果有法度人来，这个行恶，这个烦恼是不可能的代志。虽然讲咱有咧念佛，那么拄到境界的时候哦，会发生的。但是这凡夫众生，这是正常，正常。上重要就是讲，你烦恼，你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参人，譬如讲大细声啊，是还是要冤家，你当下有这个原力讲啊，安尼我唔对，这个、中间你就会搁好来，就搁好来。那么好来，你今日一般这个好来，这中间你今日要消灭这个罪，你啊点咩一般这个人讲啊，在点咩佛前啦，还是点咩这个。法师面头前讲啊，我忏悔，这是用嘴忏悔。你当下那是讲啊，我当下唔对，
当下为内心贪未出来，这个罪一定会消灭。了后我发现讲，咱人若无往生，产生这孤立不合则艰苦。是安怎念佛的人遐侪无法度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中间有分在上中下，吼、哦。那么正讲西方极乐世界，你今日在念佛的人，你心若乱，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你心若当下清净来，这中间当下就对西方极乐世界。那无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讲，这个中下，这个中间，你就要靠福德。啊，你有在念，你就要靠福德，靠福德才有法度人去。哦，那么上重要就是讲，咱人无往生这中间，你会当清清楚楚，会当唔通乱，有这个十念念十句。还是念半点钟，才来往生。这中间会往生极乐世界去。这个当下清净，这中间就是讲，你当下清净的时，你这个中间断开这中间啊，这中间你自然你有法度能自然去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哦，这是家己靠自力的，自力甲这个他力，哦，才有法度能去。修行就是用这款方式。老修行，我希望讲，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若有法度通认真、发心、老念佛，才有法度通达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是不可能的，无是无可能的代志。最后，讲这个世间的人，哦，社会事啦，是安怎一个人变十个月出世？有的做总统，有的做大官，有的大好业人，有的在路的吼，要吃一碗饭都无。这从过去的生生世世，这个、善因效果有关系对的。这种人就是这种无通吃、无钱，这种人就是过去欠贪、劫、降生、无量。哦，一定会达到这个中间。啊，人因这有钱的人，会做大官的人，伊这个人过去我那有修行，那么有修行，伊无修到这个境界，哦，无去西方极乐世界，伊就有这个做福报，哦，结果是到天上了尔。啊，这个福报天上享受时间到来，伊就有法度通下个得到这款福报。所以世间人大部分的怨叹，这拢为这道理无明白、无清楚，啊怨叹讲伊那无钱做袂到，吼、哦！你那唔去想讲，咱今日这个因，譬如讲你今日参一个朋友，你那定安尼每处对真好，恁这朋友是对你足好，你今日那参伊。冤家还是烧骂一摆吼，明仔再搁碰到搁较严重，后日碰到搁较严重，吼、哦，这个因果就是安尼来。所以咱人在这个世间咧活起吼，就这个咱咧生活中这个中间点点滴滴都是因果来对，大部分拢袂向的，无照这个去做，无照去这个去做，你虽然今日讲有福。有做一寡善事，这个福报留了了，你都唔知影，连福报你都收未到。哦，我会当世间人会当好啊去珍惜这个福报，哦，珍惜这个时间，咱人在这世间啊，短短啊才几十年尔尔，尽量会当去做好就做好，无要紧。咱啊今日譬如讲较无钱，还是较困难。